今年大涨，好像我听说有涨到说也是差点要解散。10年的那个时候有在想这件事情啊，就那时候也是玩了10年，你看还是不上不下，因为我们都觉得玩，我们也没有从来没有认真过，不玩到底可以玩多久，就在想这个问题。所以整张专辑有点像是一段爱情的从头到尾吧，他刚好那时候失恋一个开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因你而在》，让我欢迎特别来宾投放团。耶，要不要各自介绍一下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宝，是贝斯手。大家好，我是 Weeman， 我是贝斯手。我是老外，我是鼓手，我是闪亮。成团以来有没有什么故事是一样的？想要分享？我为什么会成团？其实这个故事也是非常非常遥远。就是我跟闪亮，就是我们以前国中的时候就认识，然后我们两个都玩管乐队，都喜欢音乐嘛。然后上了大学以后就觉得，哦，是应该要组团架，因为我们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会听很多国外的乐团的音乐，所以就是觉得。去大上大学的时候是要玩一下音乐，反正就是原本只是好玩兴趣而已。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去参加一个比赛，然后我们在就是在那次比赛中我们得名了，就是冠军不是得名，就是得了冠军第一名耶。就是自从那次以后，就是比较多的表演呢，不喜欢我们就是一直往下继续玩下去。老外跟大宝是后来才加入的。那时候刚好手上只剩一个团，大胖团在调鼓手，然后有一次我在一间酒吧遇到他，但你是缺鼓手，不对啊，那我试试看，好啊，就约了。就当初我们约了2个小时练团，就是要跑一些歌，然后最后来整个过程大概只维持到半小时。当初我觉得非常随便，非常的不可靠。你知道那叫什么吗？是试了第一首就觉得哦 ，OK 啦，不用再试啦 ，OK 啦，那不是随便，那是。我就觉得拍集合 ，OK， 可以吗？然后过一个礼拜就打了第一场表演。啊，大爆！我加入也是蛮荒谬的一个过程，本来就认识很久了，他就找我出来说怎么办？我跟你讨论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我因为现在要出国，要怎么办？我们要找人，我就说对啊，真的很难找，现在已经有人，所以要跟你合作来就是很难什么之类的。看来就只有我了，然后他就说太好了，然后就打给我们那时候制作人，打晕怎么说？对，然后就说你觉得大宝可以加入吗？他就说可以啊，只是他会弹乐器。超随便。对，那闪亮呢？有没有想要分享？我觉得组团过程就是换了很多了，因为就像他说的嘛，我就是，所以就是会换，直到我真的喜欢为止。他这些都是我喜欢的家伙。今年大涨。10年的那个时候有在想这件事情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还是一样嘛，不上不下，就那时候也是玩了10年，你看还是不上不下，因为我们都觉得玩，我们也没有从来没有认真过，不玩到底可以玩多久，就在想这个问题。想说如果票没有卖完就算了，对，好对啊，然后结果的话就爆了，就收好了。其实 Legacy 收好是我的梦想清单之一。这次新专辑应该名称会叫做基本上这整张专辑内容，因为大部分的歌都是闪亮写的，所以都会跟他本人当下那阵子的生活会发生的事情有关系。就是2049减掉2019，就是30，就是我们差不多现在这个年纪，在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你可能都有固定的伴侣，或者是有在谈恋爱，有喜欢的人。那爱情本身这个东西，就是60岁好，或者是我60岁的时候会有新的30岁的人。之类的，它大家都会发生的事情。可是爱情里面也有很多面向，不管是开心的，或是不开心的，分手的，或者是分手以后我的感觉之类的这种。然后它是一个过程，所以整张专辑有点像是一段爱情的从头到尾吧。它刚好那时候失恋一个开端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每一首歌，第一首到第10首，还没分手，快分手，分手，分手之后。分手之后很生气，分手之后很难过，分手之后一个失恋的从头到尾，是每一个过，每一首歌，每一首歌都是那个过程。
想说这样试试看蛮酷的，就整张专辑都在写情歌，会不会很帅？然后我们就这样试，刚好我也碰到事情，所以就这样，大家就决定这样弄试试看。这张因为失恋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很生气，所以就很快，反正情绪很高涨的一张，就是该慢的时候很慢很慢，该快的时候很快很快，就做的比较应该是情绪都有，对都对啊，我们想做我们所有没做过的集子，然后把它放在里面，这张专辑比较像这样。因为其实都录完了，录音的话是属于我，有挑战唱歌吗？哦，有，但是有。但唱歌就很快啊，一下被制作人放弃。对，制作人说好、啊，就这样可以了。好吧，好吧，我要再多唱几遍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那就是录音有什么有趣的事情？应该说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、每一个乐器都是比以往复杂很多很多。然后像老外也是，他就编了很多很多比较跟以往比较不一样。我们就想做极致一点啊，就算是朋克，就算是流行朋克，然后也是极致一点，比较速度超快啊，或者干嘛的。就老外就是会打，就是那个速度啊，就是我都是就是要录了才发现，哦，居然真的这么快。因为挑战极限的，因为他是个很他写歌的时候，就是感觉一来他觉得。这边就是应该这样，那就是因为身为创作本身，创作人本身他在这一块会比较硬，我觉得是在长这样。然后可是问题是，他是个吉他手，他不是鼓手，然后就是他只是挑战，他有时候来进步，对不对？他有时候就会编一些东西，当然相当于他是用，因为一开始大家编都是用电脑先随便 key 嘛。可是问题是你后来听了之后，你就会觉得。除非我有多一只手，不然东西我都拿不出来。然后反正就是，我记得有首，我们上一张最快的歌，我记得好像是说一八多吧，没有到二，就大概就 BPM 是180，然后这一次最快好像是240，220，对，然后那一次我整个录到是崩溃的，一进歌一个轮毂，啪，对，那怎样？重点就是这个家伙，因为贝斯也是这一张也是，因为之前的贝斯我们有一个想要呈现的是，我们的音乐要很简单，我就是必须把我们的音乐写得很简单，写得很简单，我觉得第一个是很直接很直白，然后第二个是哦，大家如果要 cover 的话，比较容易 cover， 所以我们贝斯都变得非常非常简单，但是这一张我受不了再那么简单了，所以。还有 Winman， 他就编了花俏了，相当花俏的配器，然后叫花俏，我觉得偏相当了，对你来说偏相当，对我来说相当，对别人来说可能没有。他一首歌基本上会我们两个轮流换，从早录到晚，轮流换大概三轮，然后都不夸张。但这还不是最久，最久是要先教他，对，我们就花一个礼拜先把他教会，然后再录一首歌录两天。太夸张了，然后很夸张，但是以前吧，真是有进步了。一天一首，这是一天一首，但教也是一个礼拜嘛，对吧？有啊，是。每个人都有挑战吧，蛮好玩的啦。其实十月中我们会把书文上架，就是新版，然后到十二月，就陆续中间都会可能会有 MV 上线，一个月一首。对，然后十二月底专场。北中南三场这样，然后可能会跨到一月初这样。我是觉得，如果每次表演之后看到很多人来看我们，我都会觉得很感动。反正就是，就会有一种就是啊，没想到这么多人就是喜欢我们那支手，然后就会觉得可以再继续坚持做这件事情下去，因为大家也很开心，也很喜欢。意思就是你们来，我们才会继续。对，在专场当中要来，反正就是你们花钱，我们继续就这样。而且我们乐团比较奇怪，是我们没有很爱看留言，就是如果是网络上的留言的话，他例外，他很爱看，他最爱看。但是其实他我其实没有那么在意，就是网络上面的留言。我觉得我还好，他也还好啊。就是比起来，好像现场的，我们比较属于现场型的，就是人来疯，要看到人，就很多人就会很嗨。反正就是。
花钱来看我们表演吗？拜托。年底专场还有专辑啊，没错，专辑。几聊几十号啊？那我要做总聊。哎，好。主持人出错，所以这是第二次结尾啊、哦！来，主持人来。好，最后别忘了记得支持踏碰团，然后按赞他们，订阅他们的粉丝专页 IG 跟 YouTube， 还有我的也要。然后呢，年底专场跟专辑记得支持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其实我没有很会吃，我是很爱吃的。就分量来讲，对，它是比较多，但是它像种类，对，但是他们两个都知道一些，就是。就是不管去哪些事，他们两个都会有，就是哎，这个这个好，对，然后每一次都去表演，都还不错，这样是表演的一部分呢。上次春节都是拿了饼干，先生的，哈哈哈哈哈，其实大家都有了，只有人比较诚实，被抓包。Yeah.